亮。穆罕默德这个中远距离的射程啊，真的很远。出现了什么？刚才是在泰国，今天对自己的腹部肋骨的位置好像非常的薄弱，感觉是的。哎呦，直接后手击倒。对，虽然现在是处于劣势，巴不得现在主要做的就是要防护好自己的腹部，因为今天不知道他腹部为什么尤其薄弱。是的，时候穆罕默德要动作，要不然裁判会要对穆罕默德进行读秒。果然，好，这场比赛唯有穆罕默德 KO 对手才能获胜。哎呀，穆罕默德终于没有扛过第三次击腹。好，比赛结束。这个比赛真的是金腰带的半决赛。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他的教练的介绍，这个霍礼辉确实是一个拼打型的选手，所以这个在跟泰拳选手这种慢节奏选手对决的时候，我认为霍礼辉这种强势的进攻还是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泰拳选手的节奏，打得有些措手不及。肘握如刀，膝撞如牛。好，我们的裁判长已经决定终止了这场比赛，非常可惜。在内争高，对，而且法利卡欧呢是一个职业的拳击手，后手，后手直拳，在龙拉威连续两次扫踢之后，突然一记后手直拳，直接把法利卡欧击倒，已经出血了。哇哦，又是一记，这个大扫结束了，直接绕过法利卡奥的右手的防守手臂，从上到下。